301，然后它题里面题目就第一个了，就是要把这个资料先把它变成 data frame。哦，不过考试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考到说要把资料读取啊，不过我觉得读取很重要，所以我在那个云端上面、有放一个档案叫做 read301.csv， 那所以呢你们可能要把这个 read301 这个 csv 档、可以把它先下载下来，那你当然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301里面、它的格式的话基本上就是长类似像反正你看得到的那个试算表的那个样子，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可以把它汇到这个Pandas 里面做后续的处理的话，那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档案当然第一个你把它下载，然后并且把它放到你的根目底下read301.csv。 那当然有几个方法了，301里面不外乎如果说呢你假设你对 Pandas 还不太熟悉，那前面我们有教过各位有没有你可以什么用 F 等于 Open， Open 怎么把那个档案把它读进来，后面加一个 Read R 模式有没有，然后呢你可以用 Realize， F 点 Realize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把那个 CSV 档全部读进来，用串列的方式读进来，那我们再去解析这个串列，比如说 column 有 column 其实那个串列里面的第一嘛，这个第一个资料嘛，然后呢第一个资料里面要避开什么？避开那个零的部分，因为零是 A1 避开，所以从一，那总共好像有五个总共有好像六个栏位还是五个栏位？我看一下，一二三，所以这个零没有啊，一二三四五。所以到第六就停下来，然后把资料停，反正就是要切出 columns 就对了，就是把这个资料怎么切出来有没有，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 column 有没有这个地方把这个资料找到之后放到 columns 里面去就可以，然后呢前面这一些怎么样把它用 realize 找到之后呢放到 index， 那中间这一块资料呢就是 data， 把它放到这个 data，最后呢再利用那个刚刚一样的方法，就是那个 data frame 123放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什么把这个 data frame 呢给创造出来了有没有，然后 print 出来，因为没办法这个Pandas 的第一步一定要先产生 data frame， 如果没有 data frame 后面当然你就没办法做了，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有 data frame 之后呢它其实就是要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这底下有说明，第一个输出所有的成绩，所以刚刚做动作那第二个的话呢输出呢后两位学生的所有成绩，那因为目前这个成绩有几个学生，总共有四个学生，但是我只要取后面两个怎么做比如说我只要取其中的几个那这个在 data frame 怎么操作这个其他的重点取资料有点像是什么，如果资料库的话有点像是那个我要第几有点像 select 吧或者这样筛选，那怎么取资料这个后面我们会再来看，然后再来就是说呢如何做什么将自然栏位名称叫自然那个成绩做什么递减排序如何在那个什么资料里面做排序也是很简单嘛，应该都会嘛，就 A 到 D到 A 嘛，对不对，比如说自然A 到 Z， A 到 Z 是递增，它递减就 Z 到 A 嘛。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动作如何在这个什么呢 data frame 里面完成？这个就是重点。OK， 再来的话呢，修改将小黄这个人的英文成绩改成80分，他目前几分？小黄在哪？小黄在这里的英文成绩应该是123。应该是小黄应该是小林，你要看一下，小黄成绩改成80，所以小黄目前英文成绩56分，要把它改成80分，怎么改成绩？所以这个就是如何操作后续的啦。那其实坦白讲起来，在 Excel 里面很简单嘛，找到小黄，把它 delete 掉，或者直接盖过去就好了。但是在那个什么呢 ，Python 里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后面我们会来看。那再来其他在第三类里面还有第302的话
是那个 numpa 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比较像有点像进阶版的那个数学函数啦，哦，算什么最大最小，还有什么算那个这个标准差啦、变异数等等的哈、哦，做统计哦。然后第303的话也是跟那个 pandas 比较有关的。那另外的话最难的一题哦，其实各位回去可以看一下，就是305登革热。 的这个案例统计，那这个资料应该是从那个开放资料抓下来的。那统计，那你会发现栏位数非常多，记得好像26栏吧，哦，那数量好像300多笔资料，那从里面统计出一些资料，其实有点像是利用 pandas 做什么呢？做枢纽分析表，你要怎么做哈、哦？所以请各位啊，回去的话有时间先把第三类哦先稍微看过哈、哦。那我想 ，OK， 好、哦，试试看哦。